奇数，应该我在彩妆，我所谓的彩妆所有的这个 suitcase 里面啊，所有的彩妆品加一整零零总总加起来至少已经超过6000-7000块。嗯，别告诉我妈，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工作有，工作有。然后现在最好就是因为自己是彩妆师嘛，所以每次买的东西自己可以用之外呢，说反正我工作可以用得到。好啦，这是我自己发现，其实这是我自己用，我完全没有给人家用。可是我很喜欢这个颜色，它其实是今年还蛮流行的 coral， 就是那种珊瑚色。因为这个还蛮，应该大家一眼看都知道了，这个什么牌子，应该大家可以知道哈。我就不推荐，因为我没有帮他做植入哦，我只是自己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东西。然后它叫做 California， 就是 girl 的 G， 然后 California 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，你看图，很像那个手绘的图，这是腮红，然后里面有附那个腮红花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其实很像你去海滩玩，晒完太阳有一点点亮粉，有点光泽感的那种粉橘红色，然后上脸其实也很漂亮，就是我现在擦这个颜色其实就是这个颜色。然后呢，就是我最近很爱的，我最近常常在做机场里面duty free 里面的彩妆师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接触各种牌子。可这我不是在那边买的，告诉我，因为在很早很早之前我就在 Sephora 自己买，然后觉得真的很好用。然后小小一盒，你要带出去什么都很方便，要补妆什么都很方便。然后颜色又是基本上女生不管皮肤黑不皮肤白都很适合。然后我个人是最近有白一点，然后以前的话是黑光冬，可是我觉得在比较肤色黑的人身上呢，皮肤它也很显白，然后呢如果是白皮肤的话，这看起来整个气色会更好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你可以在脸书、 YouTube、 微博和优酷找到我们哦。